阿珍，皇叔他将你看得死死的，朕好不容易才寻到机会见你。哎，你教给朕的剑法朕都学会了。皇上真厉害。阿珍不喜欢皇叔，皇上也不喜欢他，对吗？朕不敢对皇叔无礼。皇上，总有一日你要杀了摄政王。姑娘不好了，王爷的宫殿被火烧了。李修旭，怎么会？阿珍，你说过的要朕杀了他，你瞧朕做到了啊！所以火是你放的。朕隐忍多年，如今终于不负皇祖父一片苦心。来人，将废帝拿下。啊，你竟然无视。你这是谋逆。从来圣者为王，从今日起我便是皇帝，阿珍也是我的。阿珍，我知道你身怀系统诅咒，这回你要攻略皇帝，那我便做皇帝，保你长命百岁。你怎么会知道？因为你可想救他？说吧，代价。只要你自愿付出半数寿命，便可重新换他魂魄归来。阿珍，从前我无法护你，这一回我做到了。啊，错了，小铮铮只能攻略那个小皇帝才能解除溃春诅咒。